很大成功。希望我们在下个比赛都能有很好的成绩，加油！阿贝贝。我是一个热心公益、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应该如何选择社团呢？那我们来推荐给热心公益、喜欢帮助别人的同学好了。我推荐的是红十字少年服务队啦。那就让我们来欢迎红十字少年服务队带来的给你宠爱。Thank you.
谢谢他们。